这个易川老师哦，给个这个地方派系钱这么不阿莎里，那你为什么会认为记者让听到你讲错一个字，回去写你这个错字，这个就可以加薪呢？所以这个易川老师怎么看呢？哈，哎，郭董最近真的脾气这个不太好哦，是不是真的跟地方派系有关系？而且他说副手我只找女性嘛，那你还在谈这个什么什么？我现在要跟郭和，我要跟侯和，我现在要坐下来喝咖啡，这是你不是你是不是在耍别人吗？郭董其实还蛮可怜的啦，因为诈骗集团被诈骗集团骗，谍中谍，计中计，到底谁是诈骗集团？郭董现在面临这样的一个课题嘛，他昨为什么会生气？因为他进前的一点钟，他去找东门市场啦。啊，东门市场甲安排，迄个唔知是甲装潲的，还是安怎？一落车甲安排，迄个甲讲啥讲？郭董，你今天来刚好。哎呦，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哦，中元节刚过，今天菜市场都没有什么人，路比较好走。郭董改都没人啊，郭啊，这个楼都没开。哟哦，他们是凌晨一点开到八点，郭董你太晚来了。啊，你赶紧问那边给吧，讲啊，你那鸡肉最近是不是有缺鸡肉？伊讲无嘞。好，啊伊讲啊无啊，你们最近是赚比较少？伊讲嘛无嘞。哦，啊伊讲哎，啊伊讲啊你别你卖你卖鸡肉卖多久了？迄个阿伯讲没有多久啦。我卖差不多六十年尔啦，安尼啦吼。问你就讲，哦，所以你们最近多多少少赚比较少嘛？伊讲啊，对啦吼，因为哦买的人也想要便宜嘛，啊，我们也想要赚一点嘛，赚刚刚好就好了。伊讲，嗯，那个蒋经国时代，你们是不是赚比较多？因为蒋经国时代就六十年嘛。伊讲，哦，迄个时候很惨呐，迄个哎呀，爸哦，那个时候很惨，迄种赚无钱呐，吼，是最近才有赚钱啊。伊讲。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那最近五年，你在讲蔡英文啊，对吧？最近五年，你来补下工，这五年哦、喔，生意都不错，还赚蛮多的，安尼。都拢忙无，你知无？忙无，佮走去买，两个买菜啦。买菜，讲哎呀，现在高丽菜是一颗400块。你来补下工，哦，迄是迄个高山高丽菜，迄本地就较贵啊。好。伊讲那最近台风来之后，是不是更贵了？伊讲哦，台风哦。台风因为那个还在山上，还没拔下来，所以现在不知道啊。那伊都安怎问拢问无，问到尾啊，边啊讲哦，我们要支持郭台铭，我们要联署郭台铭，动算动算动算。啊，那一个卖菜的阿伯啊讲，哎呦，不要在我这里喊这个啦。我们菜市场哦，什么党的都有啦。啊，前面那个民进党啊，嘿，亲民党的啦，不要喊这个啦。边啊个继续话，伊讲哦，你们不要在我这里喊呐。我的客人呢，什么党都有啦，我们不要这样子。郭台铭对头到尾都无问到伊要问的答案啦。哎呦！啊，伊要入去的时阵，佮人佮呛啊，呛在卖台坐，甚物，所以一出来看到记者，规个掠狂，你知影？啊，毋知去讲到甚物记者安怎安怎安怎啦吼？伊的心情实在是足歹的啦。啊，为甚物？因为一定有人，我讲啊，伊的幕僚内底甚物资深媒体人就对有诶袂去讲。我跟你讲，媒体我最那行，即我来甲你处理。好，媒体形象找你做，奇怪出来拢无一条正面的，奇怪拢无正面的，郭董即摆无一条正面的。嗯，迄刚刚要蹭一个林志玲，林志玲啊，林志玲的火了，人家嫁啊去啦，嫁啊做行哦，我有几个俩讲，你要讲什么副总统嘛？你要讲台湾林志玲真正，对无？你要讲什么高金素美、陈文茜，嘿，我拢无意见哦。遮侪工啊，你搁生气？你搁生气？因为即摆搁看到这個，我来搁你讲起来。哦在这边去蹭任何的人都没有关系啊！郭董这阵的哦，去用我是讲伊去用迄个算讲诈骗骗来骗去啊！过来伊个连署无？好，咱是有甲讲会碰到迄诈骗的哦，诈骗的啥物店面嘛啊！诈骗连署了，过五天个铁门拖落来，遐连署单拢无去啊！好，啊是电影派的连署了拢不爱交出来哦，最后连署了不爱交出来啊！啊不爱交出来，看郭董你要讲啥物条件啊？啊若无我规台车载去哦朱立伦啊！啊！是我连署了，连署了叫朱立伦来看，讲才五万张啦，看你要再造还是要我要揢予郭董啦。吼、哦！这大家安尼叠对叠，骗来骗去的结果。郭董，你若无真正揢现金出来判朱立呢？我问你啦，郭董现在付给那些人的钱是用什么名义核销？嗯。用什么名义核销、欸？你不能用永宁基金会哦，嗯、永宁基金会不能拿来选举哦。你除非你拿你自己的钱哦。对。啊，你若揢你家己的钱，为甚物搁爱甚物发票收股？嗯，家己的钱免啊！啊，你是不是叫人拍统编？你叫电影派的拍统编，你是咧装笑呀？电影派的处理代志就是讲，你载一个来600，哦，伊咱车便当拢你去处理，你免阁有啥物单据啊？你若讲总共10万人，我着你600万现金客去，
啊，不要让你带你去处理吼、哦哦，你买个带一张一张个三家估价单，那是要付到当时。很有孽啊！啊，便当个自助餐的餐厅个开，无同别个用个数据也阁未使，你用统一发票也阁未通，哇，来个补落去，那第二摆无法度啦。嘿啦。无顾料，但是未送，未送就未插你啊啦、嗯，哦，所以。这一些这个他用这些行政程序啊，其他等等这种传说啦，可是吼、哦，只要有敢摕钱的人就对啦吼，然后出一支嘴的这些人啦，什么联署的总顾问啦吼，出一支嘴，不是咧得罪媒体啦。嗯。啊，到底你即摆联署会用了安怎啊？系啊。啊，我甲你建议的，你是有咧听无啊？吼，啊你即摆刚用这联署啊，用无成功，佮共领钱哦，这若较早江湖上可能会去用安怎？我是甲你提醒一下啦吼。好。即摆。现在整个股东的声势卖下去，就人跟你说啊，找馆长啊，找馆长，好，找馆长、啊，找馆长，郭，因为馆长 有出来讲啊，伊讲我会当敲电话哦，侯大，哦，我叫侯大做事的，哦，啊，柯文哲嘛，阮大，我敲伊做事的，股东我即摆无联络电话，你若要看直播的吼，你甲股东讲一下，股东就直接支持馆长啊呢，啊呢，即股东哦，香港化一个脸书啦，伊讲哦，伊讲啥物？陈之翰遭枪击一案震惊社会。陈之翰遭枪击，不是过来你请的台子啊？妈的，熊熊下一句讲，陈之翰，我想讲动作真，这句广告去用单的，不是的，这是做故意整的台子，震惊社会。安尼啦。前立委黄国昌踢爆什么陈明文，什么帮行凶抢枪手办理证件，哦，那熊熊郭台铭大一张，伊就是要去找。陈之翰交这个馆长交黄国昌的粉丝啦。哦。啊，馆长哦，这阵因为咱有一个迄个朱学恒朱大，哦，朱大即马个淡出政坛吼，啊，即马拢是咧耕田啦，是安那，即马较少咧出现。伊的第一名，这个党内霸主，即马去有馆长客气。哦，即马变馆长了。哦，馆长八月份。岛内42万多啦， oh. 啊，当然，较早朱大拢70几万嘛，吼、oh. ，我伊较早朱大一年拢1000几万啦，啊，即摆话馆长嘛，吼、嗯，可以馆长这是八月份，馆长哦、喔，9月开始，迄个观看人数哦，即摆足可怜的，即几天我甲看吼，实在是有当时啊，当着看到这个兄弟啊，即摆这个状况哦，有哪可怜？哎，即摆拢存1.4、1.5万呢，即摆啊岛内较少，伊而且感觉足奇怪哦、喔。他线上人数少，抖内的数字就是说，也每个别抖内金额增加。好、哦，讲哦，较早想讲，较早抖内100块，基本上1000的，6600，哦，伊拢较大笔的啦。好、哦，所以有的人讲啊，因为可能这个科粉较有钱，吼、哦，拢抖内拢较济，吼、哦哦。郭台铭基本可能要找郭董，吼、哦，甲到个迄个馆长啊，到沙冈，伊嘛可能找黄国昌啊，到沙冈。哦，哦，伊嘛可能找徐小新啊，到沙冈。等于讲，找家有争议性的人。增加馆长的曝光的这一个状况，伊想讲安尼可能民调会阁举起来。无怪哦，突然去给馆长站家啦。